纵观凭栏处，潇潇雨歇抬望眼，仰天长啸。窗外凄怜莫等闲，臣子恨何时灭，上是九山和朝天阙。白了少年头空悲切，如果你惦记着我的脸，漫长路总让人不难写，任你轻描淡写，我能了解你为言说的坚决。北边有风筝吹的夜，南方有千层浪奔你穿越，八千里路尘与土，北宋开朝以来，大辽一直是心头之患。女真人崛起之后，宋金签订海上盟约，联合抗辽。话说大辽天祚皇帝带领70万人马要攻打大金，哪知道兵马刚过混同江，他的后方出事儿了，天祚皇帝只好回兵去擒杀耶律张奴。大金首领官业阿骨达乘势率军随后追杀，他东西两路夹击，打得辽军大败，死伤无数。消息传到了东京汴梁，丞相蔡京、太尉童贯给皇上献计说，我们何不借助金人力量夹击大辽。随后天子命童贯为帅，带领15万人马兵奔燕京。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，我军被打得大败亏输，溃不成军。童贯派手下将官刘葛带人闯营出城，找金人求救。来者何人？河北先锋副使刘葛特来寻章邯元帅有要事相商。河北先锋副使刘葛拜见章邯元帅。
河北巡抚副使刘葛拜见詹韩元帅。韩长，是什么人在这里大声嚷嚷啊？元帅，来了个宋人，说是什么河北宣府副使。宋人，宋人来拜见孤家干什么呀？难道是来给我们送岁币的啊？元帅，您醉了。你说我醉了？喝这种酒也能喝醉吗？要不你尝尝，你尝尝。元帅，我此行有要事相商。不喝酒谈什么要事？来人，送客。元将军手上不胜酒力，再下来替他喝。你算哪根葱啊？这里轮得到你说话？嗯。在下赶战士岳飞。韩长，说说吧，你们到底来干什么？我军被困幽州，奉宣府制置使童贯大人之命，特来向元帅请兵驰援，解宋军燃眉之急。你们不是有150,000大军吗？区区几千辽兵就把你们的眉毛给点着了啊？元帅，我们北魏危在旦夕，请速速派兵驰援。我们大金与你们大宋缔结海上之盟，是觉得你们还有可用之处，以为你们只是一只生了病的狼。现在看来，你们根本就是一只羊，现在要被别人吃了，害怕了？我们大宋男儿没什么怕。我让你死，你怕不怕呀？不怕。好，元帅，请手下留情。将军，让他来吧，叫世人看一看，他们金人是如何对待盟友的。岳飞，你糊涂！元帅。我们这次来请兵，是因为幽州城数万百姓就要被屠杀，而不是因为害怕。作为一个军人，上了战场就意味着马革裹尸，就没打算活着回去。那你把这碗酒喝了。好，元帅，你们金人有此习俗，我们宋人也有一个习俗。什么习俗？我们宋人的习俗叫做礼尚往来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。
下。元帅，这么远，他射不中的。告辞。元帅，那要不要出兵？哎，大哥，刚才你可真威风。这。将军，下令吧。岳飞、王贵在。你二人速回汴京，向皇上禀报军情，请皇上派兵驰援。将军，那你呢？为辽军决一死战，城在我在，城亡我亡。危难关头，我们离去等于就是逃兵，我们不能做逃兵。你们是奉命去请救兵，不是逃兵。岳飞誓死追随刘将军，王贵誓死追随刘将军。我们的誓死追随刘将军。好，岳飞，你负责把帅旗夺回来，其他人随我杀进城去保护潼关大人。是。杀呀！杀！撤！撤！撤！
蔡大人，敬你一杯。来来来来来，干！哟，佟大人，下官无能，治军无方，罪该万死。你是怎么跑回来的？哦，我是在部下的掩护之下突出了重围。后来金人赶来驰援，大败辽军，眼下燕云十六州现已尽在金军之手啊。备马车。进宫。佟大人率军攻打燕京等地，辽军十万军马以死相抵，激战数日，死伤无数。亏得佟大人指挥有方，与大金骑兵联手，打得辽人是溃不成军，四处逃散，一举夺回了燕云十六州。不过这十六州还在金人的手里，我们要想拿回来，恐怕还得花重金去买，毕竟金人也不那么简单啊。太祖太宗一直试图用银两赎回燕云十六州，都没有成功啊。这回无论花费多大代价，都要完成历代祖宗和老百姓的愿望。是啊是啊，不过陛下，眼下库银并不富裕，这军务费用……行了行了行了，朕一听到这些政务就想睡觉。这样，此事就交由你来裁决定夺就好。陛下放心，老臣一定将此事办妥。其实这种琐事劳神费思，皇上的龙体安康才是社稷之福啊。陛下当以四海为家，以太平为娱，人生几何呀。人生几何呀？知我者，莫若卿也。皇上圣恩。还能活着，这次要不是你，我现在正跟阎王爷下棋呢。将军在战场上以一敌百，杀敌无数，要不是因为你帮我挡了那刀，现在跟阎王爷下棋的可就是我呀。岳飞，你第一次杀敌什么感觉啊？当我把枪刺进敌人胸口的时候，看到他垂死绝望的眼神，我觉得自己手中的枪有万斤沉，我实在不想再杀人了。岳飞啊，战场上就是如此，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啊。眼下是多事之秋，正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大展身手的好时候。哎，
我朝自狄青以来便罕有名将，正因为如此，边疆地域遭侵犯社稷因此不稳。岳飞啊，我希望下一次带他们打仗的是你。啊，将军言重了，岳飞一定会尽力的。好，好啊。天祚地已经被我军围入夹山数月，可夹山天险，易守难攻，我军暂时无法进入。陛下，契丹的主力已经被我骁勇善战的女真骑兵所消灭，剩下的那些残兵败将就如秋后的蚂蚱，没什么可蹦跶了。大辽气数已尽，倾覆之日不远了。宋军如何？宋军，哼，宋军更是不堪一击，像那童贯号称领150,000大军围攻燕京，为抢军功，他不准辽兵投降，想要强行攻击燕京。哼，辽都统萧干只能率众抵抗，可是谁能想到，在征讨方腊之际，耀武扬威的大宋皇朝军面对区区数千辽军的残兵败将，居然被打得兵败如山倒，溃军相互践踏，延绵数十里，最后还是靠我大金铁骑及时赶到，将辽军一举歼灭。泱泱大宋强干弱枝，兵不速练，如今是军昏臣庸。他们那个皇上满脑子的诗词歌赋花鸟鱼虫，他懂得什么打仗，懂得什么治国？他养的那些御林军只能帮他运石头。皇上，以末将之见，那大辽已时日无多，待我军灭辽之后，就可以将矛头直指大宋。皇上，那大辽的天祚地困守夹山，誓死不降，我军暂时无法攻入，现在该如何是好？既然攻不进去，让宋人想办法去劝降，等他们自己下山，我们再动手。皇上英明。中原地域广袤，我们要开疆拓土，还得大宋的鼎力相助才是。展寒，你负责把燕云16州的壮丁与降军归入整编，搜掠所有财物入缴国库。是。帮你，没事，大哥。哎，哑巴大哥，来吧。哑巴大哥，王贵怕痒，怕痒的人怕老婆。老婆，我娶的媳妇儿，我不疼谁疼啊？哎呀，乃振峰把你韩大人给吹来了。刘将军，你这是？哈哈哈哈，没事，请坐。啊，请坐啊。哎，什么风？邪风。何事犯难呢？丞相让我去趟汴京，同汪伯彦商量一下劝降之事。劝降？你是说辽军？正是。
金人希望我们出面进夹山劝降天祚帝。怎么会让你去啊？哎呀，一言难尽呐！若干年前，我与那天祚帝交好，他们是仗着我有这份薄面，可以去劝降天祚帝。哪想到，那已经是4年前的事情了。现如今，我们与金人联合共同抗辽，俨然已经是成为了仇敌，这叫我如何是好啊？哎呀，这可是丞相之命，你不能违抗啊！你还得走这一趟，到时候你跟汪伯彦把话说清楚，请他转告丞相大人，我相信他能理解你的苦衷啊。哎，哎，但愿如此吧。刘将军，韩某此来还有一事相求啊。此次从相州到汴京，一路上是路途艰险，匪寇横行，韩某是希望刘将军能借手下的弟兄保护韩某一程。好，我派最好的赶战士送你一程。那韩某就此谢过刘将军了。小娥，这是师父送你的，你可要收好了。娘，这很贵重吧？当然，师父见你有缘才送给你的，别人出几千两银子他都不给呢，你可要好好保管啊。里面发生什么事了？几个逃兵劫持了两个女子。我不想死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我不想死！别杀我！封禁！你们劫持这么多人质是没有用的，我会见一个杀一个。弓箭手，准备！好多弓箭手，怎么办？去！老大，怎么办？老大，快决定啊！别吵了！老大，快想想办法呀！我想想再说。跑了，跑了！走！哎，
竟有如此天人共愤之事。大人，我已经查过了，这些逃兵在附近为非作歹已有多日，而本地衙门因为胆小怕事，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请韩大人一定为李姑娘的母亲伸冤。李姑娘，虽说老夫已辞官回乡多年，但朝中还是有一些人脉，况且此事有辱王法，天理不容。你放心，这件事就交于老夫来办，老夫一定替你惩奸除恶。多谢韩老爷大恩大德。快快请起。李姑娘，既然你要赶往汴京去投亲，那么就跟随老夫一同前往，这样呢，一路之上我们也好有个照应。多谢韩老爷。啊，不必多礼。明日一早我们就动身。天色已晚，你跟韩大人在这里安营扎寨。是，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大哥，你小心点儿。嗯。撤，撤。都打探清楚了，他们一共十一个人，八匹马，三辆车，咱们干了吧！他们现在到哪里了？乱草岗正准备过夜呢。哦，乱草岗，他们倒是会挑地方啊！知道上山的路，大爷们不好攻啊。那大哥，今晚我们是攻还是不攻啊？嗯，不急，到嘴边上肉，他溜不了，先放他们一马，叫他们过一夜。对了，安排好兄弟，准备好一切，明天一早出发。是。大人，大哥，回来了。韩大人，怎么样？没事吧？什么事情都没有。明天天一亮，咱们就出发。
你先好好休息吧。好。大哥，走，怎么样啊？哎，大哥，嗯，你探听到什么情况？哎呀，你说呀。前面那地方果然有山贼。真有山贼啊？那经过这里只有一条路啊。他们有多少人？嗯，三个。大哥，你明天不用动手，我来搞定。30。30个。大哥，那咱怎么办呀？大哥，你说句话呀。你得赶紧想个办法。哎呀，大哥，你得赶紧想个办法，咱怎么办呀？我饿了。饿了？我给你弄吃的去。你赶紧想办法，我给你弄吃的去啊。